大家好，我是来自艾特精英的雅思写作老师 Amy。那么今天我会为各位同学来讲解因果论证。好，那我们先来哎了解一下 What is causal reasoning？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大锤啊，你想想看，你妈经常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哎，你现在不好读书啊，你以后就 not good life。 OK，you、okay, don't have a good life。那么，其实我感觉你可能会明白你妈的意思，但其实这事儿真的成立吗？可能我们要在这打一个问号。为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你现在不好读书。 啊，大锤，你现在不好好读书，那你有可能就 fail to attend university。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是接下来，也许你没有上到好大学，所以你早早的就开始工作了，so you start your career quite early or earlier than the average。And then perhaps，啊，也许你就能获得一个。 Great business opportunity，或者是一个 employable opportunity，那这个时候你比人家早工作，最后你可能就积累的财富比别人多。所以大锤啊，你有可能现在不好好读书，以后说不定还是个百万富翁呢。所以这事儿就很神奇了。为什么我们从不好好读书推出来的，反而是你变了个有钱人呢？就是因为我们。 你妈妈说，刚刚说的这个不好好读书到没有好日子过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而是一个间接的因果。而你的妈妈她的意思是，我们啊，你作为学生不好好读书的话，那你就会有一个 low scores，也就成绩不好，所以呢，你就不能去。 啊，一个非常有名的 a prestigious university，那么这样子就会导致哎，hard to get a good job，也就是一个高薪的工作。那最终哎，大锤啊，你就会有一个不太好的生活，也就是 low living quality。所以你的妈妈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因果论证，因为。 我们一开始的这个 starting c o u r s e 也就是说你不好好读书，到这个 final effect，也就是你妈妈说的没有好日子过之间，它不是一个直接因果。于是呢，我们需要中间的一些解释，哎，也就是从这个 starting c o u r s e 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果，然后就变成了新的原因，再推到下一个结果，依次类推，最终得到了啊，你们不能没有好日子过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causal chance。那么在雅思写作当中，哎，causal chance 的这种论证方式，第一能够使你的文章非常有条理；第二能够使你段落的内容非常充实。老师，我明白什么是 causal reasoning 了，但是到底要怎么写呢？大锤，你别急嘛，那且听我慢慢道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How to write your own causal reasoning？好，那么我们先来拿一个，哎，大家日常都会说到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Children watching TV。那么大锤，我来问你，孩子看电视会有对孩子有什么不好？你能想到什么观点？嗯，我能想到的就是看久了对眼睛不好。这个点要怎么因果论证呢？好，大锤，你这个想法。 你真不是第一人，基本上 Amy 老师的啊学生们百分之九十九都会说，children watching TV 最大的不好就是 harm children's eyes。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形成了哎最原始的因，还有我们最终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 establish your own causal c h a n c e 首先啊，我们来看一看，孩子看电视对眼睛不好这事儿，你说要怎么解释才能解释到位呢？如果说你从医学的角度去解释，什么眼角膜啊，什么光波啊这些啊，可能你可以解释的、哎，非常多。但其实很多，首先我们哎学生们也没有这些医学知识，第二，你的语言也没达到这个程度。 第三也没有这个必要，哎，所以呢，如果只是从我们正常的、平时的语言来解释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Children watching TV，首先呢，他 watching over a long period，so when a child when a child，okay，watch so much TV on a daily basis，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这孩子。 一定眼睛疲劳，so it will lead to eye fatigue。那么 eye fatigue，你长期眼睛疲劳之后，其实就是很多孩子造成他近视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 reduce their eyesight。那 reduce their eyesight，其实就回到了我们最终的那个结果，harm their eyes。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已经形成了，哎，我们的。 从最哎起始的因到最终结果的一个 causal c h a n c e 但是这个问题和刚刚的这个因果关系的区别在于，我们这样子写的话，那么第一句话啊，我们引出起始的因，起始的果，然后呢中间稍作解释，感觉一句分论点，两句解释没了。 那这个段落这个时候也不成段落，或者说内容绝对是不到位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哎再开一个观点，这个样子的话就分论点堆积了。于是乎，在这里，哎，大锤，我再教你一招。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孩子看电视，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孩子喜欢看电视？大锤，你小时候为什么喜欢看电视呀？ <laughs> 小时候最喜欢看动画片了。好，哎，大锤，你说的一点没错。哎，基本上孩子喜欢看电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there are so many programs targeted at children，啊，from cartoons，animation，selling toys，game show，whatever。所以说，其实我们就可以哎往上再推一个音，说有了 various children's programs。 所以导致孩子喜欢看电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哦，不仅可以往上推音，哎，咱们到这里之后还可以继续往下推果呢。好，推果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测，或者是对未来的一种升华。那么大锤，你觉得说，要是你现在戴眼镜了啊，你近视，那么你觉得对你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我以后就不能当飞行员了，是吧？你就当不了飞行员了。所以呢，我们才说，哎，reduce children's eyesight，那这些孩子们他以后的 professional choices 就会受到了限制。哎，所以你看，我们本身呢，哎，从因到果，我们推了两环，现在我们还可以再往上推一个因，再往下推个果。 所以，我们对于刚刚的 causal chance 的这个定义呢，就可以稍微再延伸一波。哎，从这个因到这个果，我们中间还是有解释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再往前推一推。那一般推的是什么呢？就推的是事实。就像刚刚我问你，哎，你为什么喜欢看电视呢？因为你说有非常多的儿童频道，或者说来 target children 的 programs。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推到了你刚刚的起始的原因。那我们再往后看，这个结果最终还会有一个 prospect。那这个 prospect 也就是刚刚你说的，以后你当不了飞行员。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哎，这个 causal c h a n c e 啊，不一定只是解释分论点中的因果，哎，它可以往前推，往后推。那么你可能会说。 我为什么要往前推、往后推呢？我把我分论点中的这个因果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所以这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很多的时候，哎，我们学生写的因果这个分论点中的因果呢，其实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况，那你也不成段落。所以怎么样能把这个因果链，哎，把它扩张开来、extend 开来，然后形成一个段落呢？我们就可以。 用上下之求索的方法来扩充整个段落。老师，我能从看电视推到人类退化，我这样推是不是更加彻底啊？大锤呀、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呢？啊，你首先倒是先给我推推看，怎么就人类退化了呢？所以现在呢，哎，你这个问题倒是不错。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推要能推几步呢？ 哎，是无限的推下去，还是无限往前推，无限往后推？那么，我们来看一下，how long，a 啊，causal c h a c e s 是 be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写雅思大作文写作的时候，一般来说，哎，这推几层就够了呢？那么，Amy 老师给大家建议是三到五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哎，从前往后，包括前因后果。 还有你分论点之中的因果，基本上三到五层，哎，这个段落的篇幅就差不多到位了。如果推的太长呢，各位同学的这个因果逻辑呢也不是非常强。其次呢，我们篇幅有限，没有必要在一个段落上花费太多的篇幅来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实际的 example。 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来自剑桥十二第二个 test。好，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spend large sums of money on constructing new railway lines for very fast trains between cities。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哎，一些人认为啊，我们要修高铁，哎，尤其是城际之间的高铁。 Others believe the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improving existing public transport. 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在现有交通上多花功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么一道 discuss both 的议论文题目，它的一个段落。首先呢，讲到段落，我们又要先回到我们的分论点。 那这篇文章呢是雅思书后面给出来的范文。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篇文章雅思可是给了七点五分哦。那它在这个段落当中有一个段落，就是用了今天我们讲的 causal reasoning，而且是一个写的非常漂亮的段落。所以我们一起来赏析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个段落的第一句话，也就是我们的 topic sentence。 Supporters of building high-speed rail argue that new railway lines can help saving commuting time, despite the massive investment.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一个分论点当中，我们其实就能找到歧视的因，还有最终的果。歧视的因就是我们要 build high-speed rails，而我们的结果就是 save commuting time。 好，commuting time 可能有些学生不太理解，他的意思就是通勤时间，也就是说造了高铁，我们就可以哎节省通勤时间。所以这个有没有跟刚刚的那两个 causal reasoning 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好，那么看他接下来的下面一个一句话怎么写的。好，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他论证的第一句话。 首先，我们先来读一读。Since people tend to move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city centers，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句话，它到底在解释什么呢？貌似它并没有在解释为什么修高铁可以节省哎通勤时间，感觉它就是在解释为什么我们要修高铁，因为人们住的越来越远了。我们继续读啊。 Where land and houses are more affordable，所以呢，这个 affordable 大家有没有觉得它继续在往上推也就是它在解释为什么人们住的越远越来越远了呢？因为便宜啊，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国外的话，基本上在乡村这个住的话，它的这个呃、uh, daily cost 是相当低的。 那很多人其实，哎，尤其在欧洲是会选择住在乡村，但是开车去城里，哎，上班。好，我们继续看它。High-speed rail allows these commuters，那这个 commuter 就是刚刚那 commuting 的人，也就是通勤的人，to travel greater distance in a shorter amount of time。然后这句话各位才是真真正正的来解释。 哎，我们为什么修高铁可以省时？因为修了高铁，我们就可以使人们 travel greater distance，但是呢，in a shorter amount of time。那么，这就是这一句话给我们提供的一个 causal c h a n c e 那其中，building high speed railway 和 a shorter amount of time 就是我们刚刚 topic sentence 中的修高铁省时，而前面的这个。 Move further away 和 more affordable 这两环，也就是我刚刚在跟大家说的，你可以往前推音的事实。好，这个段落还有一句话，sentence two。我们来看一下，There is a flow-on effect here because，首先这个 flow-on effect 其实就已经说明这是往后推的。他说一个连锁反应是。 If we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cars on the road，换句话说就是，当大家都坐高铁去上班了之后，我们必然就会有一个 prospect，也就是 reduce the number of cars on road，有开车的人就少了嘛，大家都去坐公共交通了。Traffic jams and road delays could also be cut down。那么这又是进一步的推了一个结果，叫做 cut down traffic jams and road delay。 所以大家应该非常明白，这两个点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说的后果，也就是 prospect。那么这个段落是不是很漂亮的把 Amy 老师刚刚跟大家说的“哎，上下之求索”运用了起来？所以最后这个段落给我们呈现的 causal c h a n n e 哎，就是这样。首先呢，哎，修高铁省时。 其实他只用了一环来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修高铁速度快嘛，那就节省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事儿没有特别多好解释的。那你总不能两句话写一个段落吧？所以这个作者非常聪明的往前推了两个事实，同时呢又往后推了两个结果，或者是对未来的预测。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因果论证的段落。 那大家如果学会的话，哎，说不定你就能上七喽！哇哦，老师，我现在思路超级清晰，以后啊再也不会没话说了。好，那么现在 Amy 老师就来给你们总结一下，怎么样我们才能哎自己写一个非常漂亮的 causal reasoning 呢？首先第一步，write your topic sentence with a causal relationship。所以我的建议是。 大家在写分论点中就可以有一个因果关系，那这个因果可以是比较远的因果，也可以是比较近的因果。这个呢，主要看你自己是怎么写的。接下来就是 establish the causal chains for your topic sentence first。所以首先重中之重，还是要把你分论点中的因果解释清楚。虽然哎，你可以往前往后推，但这个才是你这个段落的。 根本，但是呢，当你的因果关系当中没有特别多好解释的时候，或者你解释个一两句话就清楚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把它扩充成一个段落呢？这个时候就用我们的上下之求索的。